江车1936年建成的，历经了多少风雨才走到今天？我们江车在业内跟老大平等对话，确实有很多功劳要苦。既然我可以修好机车，那成哥有没有认可？江车真的有这样的实力吗？有。 你父亲那时候差不多就是你这岁数，怀揣着一颗中国机车梦，倒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忘记自己以前走过的路。我进江车不是因为走后门才进去，是凭我自己的本事进去。陈毅，我永远会是你强大的后盾。江车不需要什么聪明绝顶的天才，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提高科技水平。 一心一意为铁路事业，于私奉献的是子。我们和门子尔谈判走到现在有多困难，您是最清楚的。林哥，这里有裂纹。大姐，我不知道，有些工作流。现在就因为蓝翼系试车，那吉利沙石产生的问题，几乎就让他们前功尽弃了。他确实是有。 有干劲，可是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他，为时过早。而我们门子尔的车呢，故障率是全世界最低的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江车和门子尔从技术方面讲，我应该选择谁，这还用选择吗？是我辜负了你跟师傅的信任。其责任真的不在他，是人为破坏。别跑！相信你们会做出明智的决定。 咱们江车的工程师全部被抬出在技术团队之外，这外国的东西不给咱们图纸，结构都得自己摸出来。门子儿害怕无发展，要把我们江车变成他们的附属工程上的意思。新的科研团队马上抵达云南，给你们3天时间，一言为定。我倒是想看看，没有之前的精良仪器设备，现在的联丰能做到什么地步？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困难。 就是原来国的铁轨比我们的标准轨窄400/35毫米，以我们现有的技术，要在更小的转向架空间内把变速箱、牵引传动装置和制动装置，还要等缩重要部件发展。林毅，快跑！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完成这次的任务。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还是没办法吧？按照规定，我们之前勘测的所有数据也都不能带走。哎，联峰，联峰。 不是，还没到最后一刻呢。这生活中，就是充斥着很多事与愿违。菲利克斯的出现，不是我们能决定的，但是我们能决定要不要拼这一把。不拼，你怎么知道有没有机会赢？只要我这把老骨头能撑得住，提前3个月就提前3个月。建议，打起精神来。我一定要会把车修好的。这个新型的转向架采用了大卫仪空气碳化技术。 在缩小了435毫米的空间内，我们把变速箱、牵引传动装置和制动装置等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放在里面。就是拒绝我的意思。冰糕，答对了。理由呢？你知道，对于一个企业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是器械吗？是设备吗？不，都不是，而是人。我对他们有100%的信心。司机起降！去人呐！成功！ 我有事实能够消除偏见，欢迎明天过来观看实车。我好人做到底，得帮你吧。干脆，我去了。10年前，我们说中国的机车制造技术落后我们50年，现在我们说他们落后我们10年。虽然还是落后，但他们的追赶速度让人震惊。 我们是得一直坚持自主研发这条道路，但这条道路任重而道远。